上学期的改，但是其内容不太一样。那简单的就是，以这一次这个113的游行为例子，然后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关于技巧上面的一些心得。然后就是一样，就是大家就是简单的复习，就是可能要有纸跟笔，然后很基本的要有相机，然后还有录音笔。那其实我发现就是，当你带这些东西，或你忘记漏带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还是可以继续把你的报道完成，这样不要把它当成借口说我就不能报道了这样子。然后像我觉得相机很好用，就是其实因为可以想说你万一文字不够多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照片，那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你有信心去继续完成你的文字。那还有一些可以帮助你补足一些记忆力上或者笔记不足的地方，那或者是你跟后来更没有时间写文字的话，你可以把照片整理一下。那录音笔的话，录音笔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室内的那种定点式的研讨会还蛮好用的。但是像113游行的话，我其实有带，但我后来根本就忘记拿出来，直到我看到另外一位政治记者拿着录音笔的时候，才想起了我的录音笔。但是其实也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有录的话，至少比较心安这样子。但是其实没有录音笔的时候，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比较全神贯注。那再就是请大家记住，就是电源记忆体要充足。就虽然我去年有写这句话，但是113游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相机好像快没电了，所以我要很省着拍这样子。然后采访前，这次我想特别113的原因，除了是它是我这次唯一一篇报道之外，就是它也是我上这个课以来，就是从采访前中后最完整的一次采访报道。那在那之前的话，就有做一些功课，除了说前两项是。就平常大家要多积阴德，就是多阅读一些相关新闻，然后可能多观摩像吴慕琴老师或者是朱淑娟老师他们的报道作品。那另外就是在这次出发，就是他是礼拜六下午嘛，那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应该是前一天我就有先复习一下那个公视实话周，就是在麦寮跟彰化他们那两场那个相亲的那个座谈，就先看一下相亲他们的，可能他们会有哪些想法、议题之类的。然后之后出发前的时候，我有先 Google 下相关资料，例如说，我有先看一下他们地理位置，因为其实他一开始不是有新闻稿，然后我有说哪些地方参加，例如说，方悦好像就有几个村的人，他们已经说会参加，那我就去 Google 一下，哎，他们到底在哪里，然后会稍微知道一下，就是像云林那附近那几个乡镇他们相关位置图，然后大概，国光石化会影响到哪些地方，那我想说就是。当跟我跟这些乡亲聊天的时候，他们讲到他们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有个底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还有特别把那个吴慕琴老师在 PNN 的四篇专访，就是叫做就是他访了五亲六亲七亲八亲，然后有点人物专访。那我特别把几篇把它印下来，然后就是把我觉得特别想讲就是。印下来这件事情还不错，就是电脑上看，其实看过去你就忘记了，但是印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在旁边做记，例如说重点人物把它圈起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反应这些东西，可以在旁边加注记，我觉得还蛮好用。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一下老师他写作的结构，所以我觉得有印下来还蛮好的。然后再就是我有稍微列一下这次的采访主题跟采访重点，然后。因为之前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已经有先提到说，大家可以有很多个方向，那其中有一条线可以是相亲的，看一下相亲他们之间是如何动员，或是如何联络，然后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这条线我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些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也在从里面找到一些启发。所以我自己先假定的一个主题就是，实话扩张的政策其实是在掩饰政府长期忽略当地乡村的发展的责任。然后他不仅不是当地外人，他可能还破坏在地经济。那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其实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写成这样。但我想要就是跟这些乡亲在对谈的之中看，试试他们也是这么看法，或者他们有其他的可以让我再去做一些补充或调整。那另外有一些问题，其实我列那时候列的还蛮多的，因为在整理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的笔记不在我身边。那大致上就是想要知道当地居民他们的感受，以及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因为有些人都会说当地人很穷，穷到他们宁愿接受石化工业，就是也要发展经济。那我很好奇，当地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嘛？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有点像是一个迷思。然后我列一些问题，例如说像是我可能要问他们，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在做鱼做农啊？那些或是你家里跟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你家有多少人来，或是之类的问题。我是有列蛮多，甚至就是碰到五亲的人，我要问什么；六亲的人，我可能要问他们一下
看我们对2087年看法什么，就是我稍微列的比较细。但是虽然最后没有实际上都用到，可是我觉得先列总是比较安心，尤其当你发现啊我没有问题了，回去翻一下，就可能还可以再蹦出几个。然后在采访中的话，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然后之后再用我自己的报道当作是一个例子。那我的话是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要走相亲路线，所以相亲路线的话，我就知道我不会去找荒野的人，我也不会去找彰化立峰的人，反正我就是锁定相亲线，就是前面那几团。然后到锁定目标之后，我就是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先去找到那个他们的领队啊或什么的，因为其实时间还蛮长的，然后人又那么多，反正大家都开始走了，那我就直接混进去，就可能就你就跟他们一起走，然后突然看到这个人好像有点落单，然后就突然靠过去，然后就开始跟他哈拉哈拉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玩的，就是随机找个人，就有点像是随机抽样，然后反正人那么多，不行就换人。如果这个人不太想讲，或是他讲话你听不太懂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随时换人。然后我觉得游行前就可以开始，人散了也还是有机会。就是我觉得其实整个采访过程如果要比较完整的话，不用真的等到好大家一起出发，然后你才开始采访。然后我是这次有特别提早半小时去，所以我在那边等了很久。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访问那个主办单位的人，他们可能会很忙，因为他们在调度协调，是没时间理你。但是已经来现场的乡亲，他们可能等得很无聊，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就可以直接下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先去，刚好碰到是武清的人，然后我就直接跟他们聊起来，然后先是问，就随便抓一个阿伯聊聊聊。那阿伯说啊，我不太会讲，然后他就直接把你推到他们那个会长，那所以你就采访到会长，那会长讲得很开心。然后讲完之后，他旁边另外一个乡亲也突然就自己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然后就自己靠过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先采访到五亲的人，然后等到游行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先混入一个六亲的卖寮的渔民的人，然后继续就反正就是我知道那个乡亲团一定是在前面，所以我就是尽量在前面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随便抓人这样。然后人散也有机会是，即使到最后乡亲们他们要及早要做游览车回去，但是现场还是留有一部分的人，这些人可能是来自台北自动自发的民众，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有几个看起来好像是一般的台北民众，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地方我还没有问到，我就直接找来问。那另外就是现场状况，你可以随时调整采访方向跟对象，就是因为他这次是五六八都有来，而且我觉得这是还蛮特别的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重点。所以像我一开始采访到云林的人，他是一个轮备的人，他不是麦寮的人，所以就是记得说我还没有采访到麦寮的。然后或者是我到了彰化的时候，一直碰到汉堡村的人，然后想说我要找一个王公，我要找一个其他村的人，所以我就会想说，反正时间还有，那就赶快多找几个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大家刚刚都提到说会一开始会不好意思问，然后回去之后就很后悔。其实这个我以前也发生过，然后因为发生过，所以这次就想说我不要留遗嘱之憾，因为你回去之后要再回头，那是非常麻烦也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下一次的时候你只要以此为警惕就可以了。然后我常常都是会问说你从哪里来这样子，然后问到最后才问一下你几岁，然后后来发现都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然后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趣的，所以我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也问他们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然后你为什么来参加，然后有时候也直接问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对那个，因为我很好奇他们对发展这个说法，所以我会直接问他们的看法，然后他们就给我很多回应。然后这次我有特别注意，就是他们除了我特别想要知道是在地居民，然后代表人物是刚好后来阴错阳差就自动出现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重点城镇，像例如后来我有特别注意，就是我彰化大部分都是帮内乡的，我想要找一个大城乡，因为大城乡其实之前常听到说支持国光石化都是大城人，也一开始国光石化是在什么大城那边，然后后来就被我碰到，我就特别找到一个，就是那时候会自己警惕自己说我其实还有哪些人可能还可以问。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人，例如说有看到阿公带着小孙子一起来的，或者是妈妈推着，就是像那个阿尔那样子，就是看到一家人来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问看看，就当作是补充。然后有一些学者，就也可以问看看。然后我这次是每问完一个人，只要他是愿意，然后天色还 OK 的话，我就拍张照，虽然有这种记录，或是我在想说以后报道的时候也可以放进去。那基本上大部分要拍照，他们都说 OK， 所以大家应该都不用太。
太担心。那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如何找到那个游行的大咖，然后要特别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在到最后晚会的时候，然后在台上已经有一些活动了，这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好像还没有，就我看到有一个是之前在中正四期环评大会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养殖业者代表，然后他有来，我就想去问他一下关于养殖业受到冲击。然后他那时候很忙，他就把我推到另外一个人，然后结果那个人就是彰化的总领队，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开始聊。我才刚开始跟他讲几句话，这时候突然蹦出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说我是中央社的记者，然后就拿出名片这样子，然后就突然一惊，就说我没有名片，但是反正就是一下子就有记者靠过来，然后。我就可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现象，就我看了好多好多所谓的职业记者，他们是如何在采访一个人。他们一开始就问说，请问你的名字，你做什么的？然后就可以一开始跟他有没有名片，没有名片就要个电话号码，然后还会跟他问说，你们这次来几台游览车，然后什么之类，就是很一些，就是他们就要他们要了一些基本重点资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蛮很惊的是，他就递出名片来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介绍我自己。但后来又碰出了一个另外一个记者来，然后他问出了一个。因为他问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让我突然信心大增。他好像问说：“请问王公在哪？王公是镇吗？”然后我就说：“王公是村。”然后我在那边看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啊，那其实、啊、记者好像就是有很多种啦，所以不要太妄自菲薄。然后最后就是最后我们在跟他继续讨论的时候，他就围着越来越多，大概最后可能有六七个记者，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都是那种所谓报社的记者吧。然后最后他们就听完之后就离开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蛮有趣的是这样的场合可以让你见，就是有点观摩一下所谓的专业记者他们在怎么处理他们的新闻。那我后来发现就是找大咖的几个方式，例如说就是你可以问当地的一些人，就是你们会就是代表或是发言人都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对，然后有时候他们直接塞给你，然后还就看他的特征。因为这次其实是云林的跟彰化，他们都有穿背心或带那个袋子，所以其实可以看这个男人。然后还有就是看到一群记者围在那边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就非同小可，所以你可以稍微围过去一下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就是因为隔天要去美浓，所以我就觉得我只有那天晚上可以写，那我就不管怎样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就不要想太多。然后趁心情早点写的好处之一是你连拖这件事情都还没想到，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去拖它这样子，而且记忆还蛮新鲜的，你可以赶快先写。而且早点写的话，你修改时间或是你要再去补充一些，就是搜寻一些、收集一些资料的时间也会比较充裕。然后其实我没有马上就写，我还是有 Google 一下一些新闻，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到底回去之后是不是已经就有新闻？但是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要游行的这种通知，没有看到任何新闻出来。然后还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反问那个吴清的会长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他觉得政府这20年来几乎没有动静，那让我想到我今天在公司看的一个，有话好说里面，工会的，中油工会的会长也是这么觉得。那我想说，我再把那个资料也许会用到，就顺便看一下，因为我想说，就是也算是让自己有稍微沉淀一下的时间，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来做一些收集补充资料的动作。那另外就是 PNN 的网络影音是好物，因为他这个时候其实他有全程录影。那像我们在访问那个彰化总领队的时候，其实台上是五清的、六清的人他们在讲话，但我们因为在访问，所以完全听没有听到。但这个时候就可以回来看一下 PNN 录影，就可以知道那时候台上人在讲什么。然后这时候就稍微看一遍自己整理的资料，然后找出一些重点，然后找出自己想写而且可以写，然后跟再对照一下，就自己一开始采访前跟采访中的时候设定的那些目标是有相符合或者是相冲突的地方。那我觉得倒是还蛮幸运，就是我当初是一开始设想的，跟我在实际采访中大致上都还算蛮互相印证。那我有一些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像是我发现不管是五亲、六亲、八亲，他们都说是要为了后代子孙，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他们其实私底下，尤其是五亲的，不太会跟六亲、八亲的人有什么机会互动，但他们都是每个人都是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有一种很有趣的共同性。而且他们都强调他们自发自动的，然后我就把一些重点在我写，就是提醒我自己，例如说我不会说他是要反石化，我要说的是反石化的扩张。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刚好把那个院长的庶民经济也刚好把他带进来，然后我会提醒我自己是我想要让这些居民他们自己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是活动主体，而且他们千里迢迢来
难得可以把这个记录记下来的话，我就想要把它们尽量呈现出来。